中国喜欢这个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坤。今天的视频不是每日一餐啊，今天是，想聊什么？想聊一个就是那个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这个综艺节目吧。因为我自己，闲的没事也看了看，我看的时候我老婆也跟我一起看，哎，说哎还不错啊，我们看的。我们现在只看到第三期上，还没有看到第三期下呢。然后就是看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老婆说你看下集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。所以今天咱们就做一期关于披荆斩棘的哥哥的一个视频吧，就是问一下我老婆她认识的人有多少。我感觉我认识的都不多，看我老婆能认识几个。不能说就是看眼熟就行，咱不是说得上名字说不上名字咱们再说吧。好了，现在进入正题。好了，先让我看我老婆看一下大概她认识有谁，她知道的有谁啊。33个哥里边啊，第一位黄贯中，第二位林志炫、陈小春、林晓峰、张智霖、梁汉文、赵文卓、陈辉、黄征、张晋、胡海泉。え、私は何も見たらいいの？知ってる人。この人かな？知ってる人。好，我老婆知道第一个人言承旭。我老婆说她看过那个言承旭拍过拍的连续剧，她看过。この人。あ、この人。かっこいいって言ってた。我老婆说张云龙长得特别帅。她说里面。ドラマ、見とったドラマ見てとった。也是。顔だけは知ってる。也是见过，就是在那个她看过的电视剧里边，张云龙。瑞希。瞧一瞧，瑞希也行。瑞奇也叫米子基，用日文念也是念米子基，我老婆的名字一样。瑞奇，米子基酱，Bridge， 米子基酱。私あだ名中学校の時のあだ名米子基酱だよ。跟Bridge的名字是一样的啊。かっこいいってか印象に残る顔みたいなのがいっぱいおるけどな。ドラマに出とる時よりもこの番組に出とる時の方がかっこいい。然后我老婆说，她看言承旭啊，就是她看了电视剧里边的人物。没有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边的看得帅，永久能很小光了。言承旭多大了？我也不知道，40多岁。多分40一个字，嗯，この人めちゃくちゃかっこいい。もう多分啊，张云龙。我老婆说最帅的就是张云龙。映るために、啊。我说一下我最喜欢的33位哥哥里边，我最喜欢的谁啊？我看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边啊，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赵文卓跟那个山鸡哥，我还是最喜欢这俩人的吧。其他人。怎么说那个？怎么说呢？像欧阳靖啊，像那个热狗啊，也以前也是看过一段那个《中国新车上》之类的，我也看过，也是比较喜欢吧。但是就是怎么说，最近就是那个我的那个说唱热就下去了，所以热对他们的喜欢度也下去了。但是这个节目里边，我还是最喜欢赵文卓跟那个山鸡哥的。我为什么最喜欢他两个？是有点像那个。年纪有一定的年纪，他两个就是感觉就是很那个照顾自己的队员嘛，能很把团队弄在一起，凝合在一起的一个感觉，为了这个团队什么都愿意做那种感觉，然后为了这个团队就愿意倾听这个团队里边的每个人的意见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的。めっちゃ意欲豪じゃない？もうさ、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よな。甘すぎる顔が。我老婆说张云龙特别帅，感觉特别甜的感觉。这里边说实话啊，33位哥哥里边有很多人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像几个说唱歌手我都知道，还有就是老一点的演员吧，我也知道，歌手演员我知道，海泉呢我也知道，但是年轻不行啊，我们是都真的不太认识。如果有他们的粉丝，我只能说抱歉了。好了，みんなかっこいい。我老婆说大家很帅。好了，我们反正就是偶尔看一下这个东西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